香港喺百几年前开放冇几耐，就已经开始填海嘅。你哋睇下，年年填啲，年年填啲，我管嘅地咧就越嚟越大。我要追溯填海嘅历史，就应该由上环文咸东街填海讲起。环第三期填海就进行紧，但系几年嚟条海岸线系咁变，如果唔系土地公公话俾我听，我都唔知呢度原来填海填翻嚟嘅。哇！咦？诶，洪哥，咁巧啊！咦，听讲你话唔知呢度系填海填翻嚟噶，系嘛？其实睇个路牌已经睇到噶咯噃。路牌都睇得出，点睇啊？系啊，嗱。看中文是看不到的，表面寫著文咸東街，但是英文呢它是寫著 Bonham Strand， 那個 Strand 就是說海邊的意思的，可以證明呢這條街呢以前呢就是在海邊來的了。其實這裡最早的海岸線呢就不是這條文咸街的，就是皇后大道中的。話說1851年12月28日呢，一場大火就在呢個皇后大道中嗰度咧，就燃燒嘅，就燒了400多間屋。咁個當時嘅港督咧，搬咸爵士咧，就決定就將呢啲頹垣敗瓦咧，再嚟做堆填物，就進行咧英國正式統治香港嘅第一次嘅填海。咁咧填海完成之後咧，就將海岸線咧，就係由嗰個皇后大道咧移咗出嚟呢條文咸街嘅。哇！呢次文咸街嘅填海咧，真係一舉兩得啊！又有新嘅填地用，又可以處理災區嘅廢料喎。香港早期嘅一啲小型填海工程咧，係為咗解決衛生問題而做嘅。講個秘密俾你知啊，其實大笪地嘅出現咧，係同填海有關嘅。哦，仲諗住你講咩添？呢樣嘢我一早問咗土地公公啦。問天問地啊，不如問土地啊。其實當年好多好似上環大笪地咁嘅土地，原先都係由居民喺海邊棄置垃圾，堆下堆下咁堆出嚟。咁政府就喺垃圾上邊鋪啲沙上去，解決咗衞生嘅問題。但係咁嘅，笪地因為沉降未完成，就唔用得住，於是就俾咗啲居民叫嚟擺賣啦。不過後來香港經濟起飛，地皮越嚟越值錢，咁邊處仲有時間慢慢等笪地沉降十幾年呢？係咪？好彩有好多新嘅技術可以加快沉降嘅速度，如果唔係，就點配合香港咁快嘅發展？70年代之前咧，冚唪唥都係用嗰個自然嘅沉降嘅形式，就挺佢沉定咗先至用笪地嘅。咁70年後之後咧，我哋用咗排水帶咧，有啲地方咧有半年或者9個月到咧，就已經開始用啦。啊，咁啊，即係個時間縮短咗好多嘅。如果譬如你急切性係即係要係好急嘅，咁我哋好多地方咧用填沙，即係好似譬如 Penis Bay， 即係迪士尼嗰度咧，嗰度咧就冚用沙填啊，填咗之後咧，我哋咧要用浸沙方式。咁浸完之後咧，就即刻可以喺上面用啦。啊，咁啊，嗰個即時咧就2-3個月就已經可以用啦。哇！香港人真係講求效率啊，填笪地都最緊要快啊。Ella， 你喺度做緊咩？我都好有效率㗎。香港填咗咁多地，我梗係立即咧幫佢哋改翻啲好名啦。我已經諗緊㗎啦。改街名關你咩事啫？
地政總署話關㗎，人人都可以提議街道名嘅，不過接唔接納咧就要考慮其他因素啦。哦，咁等我俾個提議你啊，張繼聰道啊，唔得喎，點解啫？唔啱規矩咯。其實香港嘅街道命名咧就已經有過百年嘅歷史，咁喺期間咧亦都有唔同嘅多個政府部門咧負責過，例如前市政局啦、公務局等。咁地政總署就由1980年代開始咧就負責新界嘅街道命名，咁到2000年開始就負責處理全港嘅街道命名工作。現時喺命名新街道嗰陣時咧，我哋都會考慮市民慣用嘅名稱啦，咁亦都會參考地方嘅特徵。咁亦都會考慮翻文字上嘅意思啊、語音嘅效果、名稱咧同附近嘅街道同埋環境係咪協調啦？有爭議性嘅名稱或者同附近環境唔相符嘅名稱，又或者一人名啊、機構啊、組織嘅名咧，都會避免採用嘅。其實香港好多街道名都好有意思，好似大角咀一帶就用植物名。觀塘工業區嗰啲街就同創業有關。而港島區一啲早期嘅街名，背後仲有一段古添。洪哥啊，我哋又嚟到摩羅上街啦喎，有咩古仔同我分享下？咁樣啊，其實咧，我哋睇個路牌咧，有 Upper Alaska Road 同埋Lower Alaska Road 嘅咁樣。咁咧 upper 咧就摩羅上街啦，有條摩羅下街嘅咧就已經變咗樂古道㗎啦，咁樣。以前咧所謂納斯卡咧就係一個東印度嗰啲水手嚟香港咧做咗警察嘅咁樣嚇。咁所謂 row 咧就起啲祖屋咧愛嚟俾佢哋住嘅，即係列嘅房屋啊咁樣。哦，即係嗰個咧就係 R O W 嘅，係啦，就唔係平時我哋講道路 road R O A D 咁樣。唔係嘅，呢個就即係一列房屋咁嘅意思嘅。在1860年代咧，咁咧一啲警察住嘅屋宇咧，就發展為唐人嘅住宅區啦。而喺地鋪嗰度咧，就係兩旁咧就都開滿曬嗰啲古董店啦。到今時今日咧，都係維持咁嘅現狀啦。喺油麻地嘅新田地街，一睇個名字就知道佢係填海填翻嚟嘅咧。原來佢背後仲隱藏住當年政府發展九龍半島嘅一個計劃嘅喎。在1876年政府咧就係計劃咧係將呢個而家我哋企緊嘅呢個天后廟對開嘅廟街嘅地方，同埋咧由呢邊咧伸延到去新田地街，將佢嘅海床咧就係用一個公開競投嘅方式咧就推出去俾公眾咧係拍賣，買到嘅人咧就需要咧係將呢一塊海床咧將佢咧係填平平整為土地。然後咧，將呢個土地可以使用嘅時候咧，政府咧再向呢一啲嘅土地咧係徵收嗰個税項。咁嘅做法咧，我哋就會可以諗到咧，其實政府可以慳翻好多填海嘅工程費用啦，又慳翻時間啦，同埋政府可以咧亦都監管嗰個土地究竟點樣開發，可以係按照佢自己嘅諗法咧嚟到咧係開發咗呢塊土地嘅，咁真係可以話又慳錢又慳力咯。喂喂喂，估唔到當年咧，連海都可以賣嚟發展喎。係啊，除咗賣海咧，當年發展九龍半島嘅時候咧，香港政府仲做咗好多新嘅嘗試㗎。係啊，就好似九龍塘呢一度嘅花園城計劃咁啊。當年係受到英國嘅花園城計劃影響，本來係諗住發展成一個俾中產住嘅綜合社區。不過因為當年嘅開發成本太貴，又遇啱香港經濟蕭條喎，所以咧就變咗淨係有錢人先買得起嘅豪宅啦。在1922年，政府有呢一個花園城市計劃嘅時候咧，嗰個諗法咧就希望係一個綜合嘅城市，一個小嘅社區。咁裡面咧就有一啲公共設施嘅，包括啲公園啊、公共交通設施啊，同埋咧有一啲咧係公共嘅服務嘅，甚至係醫院啊、學校啊咁樣。其實我哋而家企喺呢一個位咧，就係當時最早嘅花園城計劃嘅地方嚟嘅。呢間粉紅色的屋仔咧，大致上面咧都係似當日的規模。咁當然啦，啲外牆咧係後來加上去嘅。其實當時的屋咧，佢外面咧仲有一啲樓梯，同埋咧每一個户咧有佢自己嘅入口嘅。
九龙塘花园城计划可以话系一个新市镇发展嘅雏形。随住二次世界大战人口不断增长，政府都发现要为香港做一个更好嘅规划。所以喺1947年就喺英国请咗个专家为香港订定长远发展策略，其中观塘作为卫星城市嘅发展就系当年提出噶啦。当时做观塘嘅时候，1957年咁上下开始啊填海咁啦。就當時喺50年代，香港就我哋做規劃嗰時候，好大一個責任就係揾地做工業同揾地做房屋用途。咁觀塘其中一個好例子啊，當時一個海灣嚟嘅，咁我哋就前邊填海，咁所以觀塘前邊呢個工業地咧就好平，所以我哋做工廠啦。觀塘路嘅東邊咧就主要係山嘅地，所以我哋做住宅。观塘的和乐村就是当年屋宇建设委员会兴建的10个廉租屋村之一。比起住在挤迫的板间房和7层的徙置区，和乐村的居住环境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来讲真是非常之好的了。我们听一下当年在那里住的扶姐怎么讲。這個其實是當年60年代建的屋，這個算是甲類屋村，以前的徙置區就是乙類的。我搬進來的時候我都是住這麼大的，這裡有兩張床，間一個房，這裡就是廳這樣。當時就很好的了，我老爸還說，哎呀你中了小搖彩啊，中了小搖彩都未必買到一間這樣的屋啊，這樣咁我哋好開心啊！因為嗰陣時講話即係譬如好多人未住呢啲之前咧，好似張太都係啦，即係一間房可能一家九口就住喺一間房就係咁樣兩張床，都要講緊譬如80蚊租，但係呢度嗰陣時係幾多錢租啊？88蚊嚇，咁所以就真係中咗小搖彩啊！係啊！嗰陣時咧，即係咪呢啲係好好嘅設計？即係因為咧有露台啦，又有廚房啦、廁所啦咁咯。但是咧啊，好得意喎，有啲特別嘅規矩喎，係咪呢度？即係裝修上面。係啊，以前咧入嚟咧就盡量咧，你都唔好改佢嘅裝修。又唔俾你去話批檔嗰啲咁嘅嘢嘅，就限10口釘嘅啫。10口釘嘅啫。係啊係啊，鐵閘嘅規矩都係規定嘅。就係呢啲攬閘。嗱，以前咧我哋就好開心嘅，因為呢度咧好天落雨都曬得到衫啊。咁有個咁好嘅騎樓真係好開心㗎啦！哇 ，Ella， 你做乜著到咁啊？呢個工廠妹打扮啊，喺60、70年代好 hit 㗎。如果少咗呢一班工廠妹，香港就唔會發展到今時今日咁繁盛。而觀塘作為第一個衛星城市，佢嘅發展經驗亦都幫到日後新市鎮嘅發展，令到佢哋嘅規劃更加之完備。What you call the Newtown Development Program began in the 1970s with the arrival of Sir Murray McLehose. And he decided that together with his executive council that we should build housing for 1.5 million people in 10 years' time. And that meant setting up a development team for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to develop the new towns of Sa Tin, Tai Po, Phan Ninh, Yuen Long, Tuen Mun, and to extend the development of Chuen Wan. 问天问地，不如问土地啊！沙田就是第一个由政府严格规划的新市镇。當初點解要揀沙田？當時選沙田咧，係當然有個迫切性喺度，咁就要揀一啲地方咧，喺佢呢個工程嘅施工啊，
同埋同原有嘅市區嘅聯繫啊，即係要考慮到各方面，同埋咧係即係盡量咧係減少咧係將當地嗰個嘅原有嘅社區咧係破壞啊，減少呢個政府咧係去收地啊，呢啲咁樣嘅，要考慮到呢各方面。咁當時嘅沙田咧係比較上合適嘅。首先咧就沙田咧係一個好大嘅腹地咧，係喺一啲淺海嘅地方，喺呢個填海啊施工方面咧比較方便。再加以咧就係當時時嘅沙田咧已經有呢個火車咧係連接市區同埋咧呢個嘅新界其他地方，咁仲有呢個馬路咧係連接市區嘅。所以呢個方便咗咧，係呢個去能夠好快脆咧，可以咧係去進行呢個工程嘅。第二點咧，就係喺呢度有啲山咧，部分用咗做採泥區，將泥咧就去填咗嗰個咁嘅淺海之後咧，就騰空咗一啲地出嚟咧，可以起樓。故此喺沙田可以用到呢個地勢咧，就比較平的地方咧，就係起啲高密度嘅。呢個山腰咧就可以起到啲中密度，而喺更高嘅地方，譬如九肚山上邊咧，就係一啲低密度嘅。喺呢個嘅密度同埋高度嗰度咧，係有一個咁樣嘅佈局喺處。其實喺沙田發展成為新市鎮之前，火車站旁邊嘅舊墟已经是沙田的中心地带来的。好像我这位老友李师傅那样，他在沙田卖豆腐卖了几十年，可以说他是看着沙田变的。我可以买在这里，要走出这里，就是这里对正这里的。旧时他们排头村这样下来，这样走过这里，这个整幅，这里是过去的位置来的。我依家指右手邊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第四街咁啊，一路咁逐條分過去。第一二三四街梗係冇咗啦，留翻有一條正街，一條就環博街，就係舊嘅呢兩條街就係舊名嘅。由1975年第一個公共屋邨瀝源村入伙開始，到而家。沙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市镇了。之后在新界各地亦都陆续发展新市镇，将军澳新市镇发展亦都同当年因为要发展新界而衍生的换地权益书问题有关。其實咧係個歷史嘅一個產品嚟嘅，咁就係大概60年代到當時嘅殖民地政府咧，佢哋就因為要好大量咁樣開發新界一啲土地，咁變咗佢就話要收購土地，咁就要牽涉到私人嘅產權問題啦，咁就要賠償。咁如果唔想即係花咁多錢去俾錢嘅話咧，咁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係話，不如政府當時政府就諗到，不如係以物換物啦，咁樣就用產生咗呢種所謂嘅換地權益書。但是去到中英會談的時候，關於香港前途的時候呢，中方已經表明說他們不會是承認這種換地權益書的在香港的地位的，於是當時政府就要解決問題。但是很多換地權益書已經是在大概有4個大發展商的手上已經儲了很多了，據估計就大概去到150萬以上的個土地尺數上面，這些這麼大的尺數要在97年之前呢完全是政府是去賠償或者補償給擁有者。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說一個很大的土地出來換了這些權益書，似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說一個新市鎮完全這樣可以 去做完這件事。可以見到就是說將軍澳他填了海之後呢，就變成很大的土地是適合這些這樣的政府的承諾，換回當時在97年之前的這種這樣的土地制度。我們今天見到在將軍澳裡面，其實很多的發展呢都是屬於那幾間大發展商的一些樓盤來的。咦，這位兄台阻你一陣，有什麼可以幫你呢？是這樣的，我托塔天王李靖降魔伏妖了這麼多年，在這個寶塔裡面真的栽了不少妖孽的，有時托一下都真的覺得挺重，不信你試一下。
里面真系，系本王听讲，香港系一块最福最宝之地，所以专程嚟呢度睇下揾唔揾到一块福地。但系本王听啲老百姓讲话，喺呢一度攞地系要俾钱同官府或者私人买嘅，实情系点噶？我呢个情况属于土地交易，如果块地系特区政府嘅，政府就会通过卖地、排地或者换地同你哋进行交易，而交易时所需要付出嘅价钱就系地价啦。但系如果块地系私人嘅，我又想知佢买块地嘅时候几多钱，我又怕俾人捷足先登，咁点办啊？咁梗系有办法啦。所有政府或者私人嘅土地交易都会喺土地注册处注册嘅，而向土地登记册或者已经注册嘅文件里面都载有已经俾咗嘅地价或者交易嘅价钱，公众可以透过查阅土地注册记录得到有关嘅资料啦。咁即系话本王可以先寻福地，然后再去官府嘅土地注册处度查下啦噃。系啊，系咧。请问土地注册处喺边处噶？好近啫，前面路口转咗就得噶啦。好啦，呢位兄台，我两虽萍水相逢，但多得你拔刀相助，咁我哋后会有期啦，请啊！